今天挺高兴的，在海边捡了两只大海螺，你看这个肥肚，哇，好肥呀、啊！用我老公的牙刷把它刷干净，使劲的清洗。下锅了，炖它个99-81天，盖上锅盖，下一步开吃。2斤1个的大海螺终于出锅了啊！哇，放在盘子里面，下一步的话咱就开灶了啊。比鸡蛋都大的大海螺啊，咱开灶。